又得说我没拉货吧，拉了一车柚子，昨天半夜装完的，开到凌晨三点钟，困就不行了。现在是11点才起来，浑身没有劲儿啊，吃啥也吃不下去。到服务区洗了把脸，这是前边装的是箱装的，后边俩装的就是网包装的，看不出来是吧？但不能打了开给你们看啊。那个拿棉被扣着的，能看出来拉货了吗？又瘦了又瘦了，一点肉也没有了。你愿意娶一个跑货车的女人当媳妇吗？就是长得磕碜点儿。I don't know why you left me bleeding. With a broken heart, tell me if I deserve this feeling. I thought that you know that we had something special till you end up all this way. You forgot
我现在这东北啊，柚子卸完了，然后又拉了一车水，拉水也到地方了，现在正卸水呢。我也不知道为啥，就是一拉货的时候，我就不愿意拍装货卸货的视频，但是我看底下就是总说我空车空车的，我就给你们看看吧。以后我养成一个好习惯啊，就是装货卸货的时候尽可量多录点。拉了一车饮料，柚子都已经卸完了，然后饮料也到地方卸，我再不录的话这车货也卸完又变成空车了，然后难免被盖住了。因为啥呢？这个饮料也怕冻，我在东北，我这回不穿芭比裤了啊，那个有点冷。我穿的大棉裤，外边穿的这个加绒的裤子，穿的棉鞋。